Dispatch 邀请的圣诞晚会女团忙内组合阵容公开，圣诞派对上见啦。 Friends Spring Tour in Japan 2019详情决定，将于2019年3月举行的日本第二次演唱会的详情决定了，衷心期待您的到来，度过了愉悦的周六吧。为了想要改变背景画面的 Buddy 们拿出了照片，无论何时看都美好的照片，是超喜欢的照片哟。有没有上传过呢？虽然有点记不起来了，大概是小可爱女友们人生第一次釜山行程的那一天。虽然 Buddy 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是谁了，我和于娜姐姐手牵着手，我左边的人看剪影就知道是谁，最左边的也浑身散发着本人的气息。艺林姐姐总是喜欢穿连衣裙，知道黄恩菲右手并为什么那么尴尬的人物啊。那时候真的 KKKKKK 见了釜山 Buddy 们，拍了连脚都装进去的照片，前不久又去了釜山， KK 也就那么回事。 HHHHH 对了，今天早上我第一次拥抱了灰尘 TTT， 因为太早了，就这样拥抱了20分钟以上，拥抱着感觉非常文静，非常可爱和神奇可可。